于你跟你跳舞啊，我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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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啾啾，那你就这样消失了，啾不是，啾啾啾，嗯，啾啾啾啾，啾啾啾啾啾，啾啾舞，嘟嘟嘟嘟嘟嘟啾舞，嘟嘟，哎哎哎，陷阱大对抗，嗯，拼搏一下。就没打架了，好像是影院很六，是不是？上次是影院六，然后即刻爆，对不对？我最雷，这也意外啦。杰哥，怎么了？今天就可以拼了，好不好？万一、我之前那个先输很惨，他下一次就会变得很强。对，没过一次以后，下次就是很厉害了。这个定理，我们就看杰克会不会突破。没错，两年欧，超感谢风佑爱灵。你要上，抽蓝色，玩笑，蓝色，蓝色，蓝色。你是什么颜色？蓝色，蓝色。我也要蓝色。耶。红色，耶！耶！耶！还在耶，还在耶，还在耶！没有火锅吃了。红色，哇，好平均哦！耶！红色，耶！哇！耶！哎，红狮子了，各位交给你了，会啦！哎，输了！我刚原本以为蓝队会获胜。我现在想要跑票了，而且为什么你在里面？哦，变了，连杀队友吗？走不够进去。你是想杀谁啊，凶巴巴呀？我想杀戴耳机的。戴耳机的，好几个戴耳机的，有两个啊，他两个都没戴啦。从那反而变得更烂了。红灯一下，还是其实没有你说用我会更好。杰克要靠你啦，靠不得啊，靠不得，可以啦，靠杰克，靠，没有观众提供很好战法，他就说如果跟某人敌对的话，可以在地上撒满西瓜。哎呦，精神伤害，某人是谁啊？跟团团对不对？跟团团对不对？我知道，知道。不是啦，跟我怎么关我什么事啊？观众要说清楚啊！对啊，这个精神伤害不得了哦。跟团团可能要撒那个香菜，你就在麦块生香菜出来。没有，拿着甘蔗去命名，说这是甘香菜口味的甘蔗。你直接煮一锅下去找他比较快。我不要，我好怕，我好怕。那就来随机地图。那香菜塞在他拖鞋里。哇！我记得好像很有大的玄妙哦，就是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。所以要赶快过去拿。是有凋零那张吗？对，是吗？我忘记了这张吗？是这张是吗？忘了，好像是这张吧。但是它的凋零好像是就是有杀手兔的出现。对，就是这张，就是这张，好像是好，大家速度要快哦。OK， 没问题。好，分开。开，我们不用动。下来了，得去拿。那我觉得要多一点人吧。多一点人，因为他还要拿那个灵魂沙。去里面拿那个吗？先不用挖木头。那个杰克挖木头好了，因为杰克比较不知道要走哪。我们知道，从旁边爬过去就可以了。那你们去，我也来挖木头。我们两个可以吗？没去过啦，我也没去过。好，反正试试看。如果箱子在比较外圈，也靠你们。好，箱子我去拿好了。因为他箱子有时候也会在那个对面。对面城堡里面嘛。我悠悠刚跳很快，慢了一秒。走，箱子在哪里？你走左边可以爬，慢慢爬上去。我看到箱子了，好，这边。去拿箱子。箱子。可以走过来。喂，是不是会摔啊？
等一下要小心哦。很多的漏斗跟中继器比较器，还有半线钩。好，半线我们要找那个灵魂沙。到了，谁睡到了？谁？哎，过来这里会围卡哦，要小心哦。等一下，什么是我地图？十串可以，哈哈。完了完了，我们在用很笨的方法。来得及吗？我不知道。时间所剩不多，十秒。头颅，头颅在哪？我还记，我其实都忘记了，我还记得这里有个秘密通道。这头颅在这边呢、欸，一个。外面吗？对，外面有一个。时间到喽，完了，超坑。啊哦。嗯、啊。下一个箱子在哪里？完了完了，没看到箱子。你们有工具吗？我找木斧。哎，先去找箱子。箱子都好像在我们这里哦。箱子在那边吗？对，繁星，你有过来吗？我怎么没看到你、啊？没有，我挖木头好、哦。我看到箱子了。你挖木头？感觉电过去比较快呢。啊，箱子、哦。我看到一个灵魂沙是在最上面呢，那要怎么上去啊？叠上去了。要叠啊。哦，枯弓生怪蛋。好。哇，两个箱子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有两个箱子？空手可以打掉灵魂沙跟头颅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有，头颅可以。好卡哦！获得了一颗头。这个灵魂沙。有，两个灵魂沙，三个，第三个也可以，应该可以拿到。哦，漏斗。我拿到了更多的漏斗。哎，灵魂沙呢？掉到哪了？巧克力给你。嘿，上去。感谢感谢。我负责拿箱子，我再去上去拿找箱子。走。没事。跳。是这里。这边。我是记得它里面也有一个东西，可是忘了是什么。这次箱子有拿了吗？好像在城堡里面嘞。城堡里。城堡的屋顶，城堡的屋顶，我现在在山上。好、啊，他们没有拿到凋零头，我可以去拿。箱子可以靠你，是在城堡的上面哦，城堡里面的下面不是。好，我想办法过去。好，我已经再来抢灵魂沙跟头了，要三颗头嘛，我有两颗头了。等下就是看那一张。不是，是要再去找哪里还有头？我记得，哦，我看到了，因为箱子我找到了，哦，你拿到了，对，好，文件袋，那你工具台拿走了，对，拿着，时间十秒，哇，有来得及，头颅三颗头。哦，三个灵魂沙，哎、欸，不够，差一个，对不对？三个灵魂沙，啊，箱子在水池上面，刚刚好像有灵魂沙没吸到啊，可恶！不要敲掉，啊，你敲掉，箱子，他们没有打那个、欸，没有打头颅、嗯，还是他们没有要拿？这个是有的，毕竟其实有杀手兔也是一个双面刃。那边那个箱子是没开过的吗？我可以拿到。哦，戒符棒跟中介蛮。哦，好。看一下，然后，可是缺一个灵魂沙，这有点讨厌。应该哪里还有？之前打掉这个，哦，有，我找到了。哦，还好有这个繁星给我电的方块啊，好用。这样我们应该是等一下看有没有封闭的战法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在里面放这个。嗯，这样他们就会很开心了。很开心的跟兔子玩。OK。你们有工具吗？我这里这么亮。我已经有石镐。你有记得它的城堡里面好像有可以下去的，有机关。
十秒。好，是忘了里面是有什么？我记得有个 TNT， 有个 TNT 房啊，我只记得这个，因为我被炸死了。哦，对，哦。有没有什么工具？我这里有些石头，这边啊，给你，感谢。有，好，谢谢。洞路有两个铁，他们把山洞里面的铁都挖掉了吗？对，那边其实也有一些蜘蛛网，我觉得也可以捡。那要准备建哦，不然等一下没办法处理蜘蛛网。刚那边的我有蜘蛛网吗？只有线而已。你们这边没有蜘蛛网的话，我就带剪刀过去喽。城堡那边有。啊，好。而且哎，等一下这一轮的那个箱子是不是也还没拿？对，还没。门口那个不是吗？门口那个不是、啊。门口不是哦，门口不是哦。好，我去找看。在对面吧。我看水流上面那个是不是？介夫和观察者，这好像没有哈。介夫应该是这一回合的吧？上一回合我这边是不是都没有看到？好。哎，这一回合就拿到了。哎呦，我这边在收集蜘蛛网。蜘蛛王，感谢超级留言。啊哈，很笑。哎呀，我又被改到87%啦，怎么会这样？87%啦，声音回来了。感谢提醒。我刚正想要去抽空去调你的声音，哎，你就回来了。可以讲啊，哦，因为昨天也是怕。昨天是 DC 可以自己调。哦。时间快到喽。哎、欸，他们受伤哎、欸，是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们冲出去小心一点哦、喔！我有挖深坑哦、喔。好，走旁边。哎，我继续去捡蜘蛛网，我去找箱子，箱子上面有一个那个上面的那是不是？桥上的，如果是桥上的，我应该是新的吧？河那里，哎呦，我这边可以看到，哎呦，有没有刷到半格？发射器这不是？那旧的，应该在。他就很常出现在那个山上。哎、欸，你不是有枯工蛋吗？有啊，可是这时间其实可以啊，你找个机会都可以放。他们会盖往旁边嘛？啊，又挖一个很大的深坑啊，他们就会往旁边走。没有什么铁是不是？很少。我没挖，我刚刚两个加一个而已。你说椅子下，可是椅子下是什么、啊？王座椅子下那个会有什么东东？哦，这一回有岩浆哦，岩浆桶跟岩浆块。我们东西还没拿到吗？嗯，拿，就是我说的。哦，你拿了。岩浆桶、岩浆块。好。音乐嘞？好、啊，我在山上。哦，好吧。怎么了？给我一个枯工蛋，你在哪？这边，我扔。你扔一个给我。下去。王座椅子下这个吗？很暗呢。哦，我看到有楼梯，楼梯下去会不会死啊？不要啊！忘记了，上次好像就是差不多那样死的。啊！等一下，我们有没有人做盾牌啦？我们有没有盾牌？我没有。刚刚两个铁谁拿的？我拿去做那个剪刀了吧？还有铁吗？现在有31个蜘蛛网，先剩一个。然后我们因为忘记怎么被炸死了，对不对？我也不敢下去。飞晚上了。